今天我花300收了一个这个超级的罗根盒，这个东西是昨天晚上有人爆出来的，他是在悬赏里面打悬赏的 VIP BOSS 爆了以后，那我今天早上300收了。为什么300收一个超级的罗根盒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魂盒，我们就可以提前一周去揍这个大凶。那我们计划在本周六的时候，那时候就是每天早上11点钟播3小时，晚上8点钟播3小时每天如此，一直一直把他们预销格的人全部揍完为止，揍到他们都逃离那个工会，然后呢，让我们把这个大凶什么都揍退游为止。然后我这黑名单一溜的这个仇人除了这是个骗子以外，把这个删了，其他所有的人这个都是要么是说什么风凉话，要么是他们那边一伙，反正就是恶心到我的人，这些有一个算一个。这几个呢，就是哪怕这号卖了，我们也继续揍他们，大战一触即发，我们周六开始揍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到时候见了，拜拜。